你最近除了谈工作以外，还能谈其他的吗？你有想过我吗？乐小姐不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吗？你做这些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怕呢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不出三个月，华先生将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大佬。小舅啊，我小舅注意你了。应先生养尊处优，恐怕连自己照顾自己都还成问题吧？不试过怎么知道呢？好了，我丁一留下来照顾我就好了。要是他呀，我现在已经很辛苦了，我每天行事都不一样，完全感觉不到这个世界。我那个沈德良说我不是他，知道吗？你不要管了。我要重出江湖，我怎么能让天下的美女失望呢？ No way， 芒芒，真能动手吗？等等等等，喂，等等等，我是不是最漂亮、最性感、最可爱的？这个问题你得去问魔镜。故事很简单，他爱上了一个男人，他喜欢他，在海的那一边。于是爱很艰难，不见得很平淡，会冷的会冷。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见到他的时候，我特别想这辈子都记住这个感觉。第一次觉得真好啊。爆米花要奶香的。潘公子，你也太娘了吧。在你还没爱我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哥呢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有我妹妹在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说过你的离开是为了让我更乖。我不允许你受伤害，为了你，我可以与全世界为敌。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想保护你。